仙座坐在中间上面，然后阴仙坐在这个方向，然后这边是木星跟月亮，所以九份那边太亮了，那就用忘忧谷这边当作地景，还有海上渔船。八月今天13号，现在11点半，要去顶楼拍阴仙座流星雨。今天是极大期的第二天，再去拼命看有没有大客人。我今天去拍了3天的阴仙座流星雨，前天在棉花雨上面拍的，昨天跑去金瓜石顶楼，然后今天在我家顶楼。目前来看光害还好，这是月亮亮的天。月亮九份，然后这是海边，这边渔船比较少。另外一边的那个八洛子渔港那边太多渔船了，好几艘在停在港内准备出去，光害太大，所以比较早这个位置拍就好了。拍到再来拍这个几颗火流星，我比较想要拍到那种会爆的。昨天好像有捞一颗，影片回去要再慢慢看一下，感觉有爆了一次，就是它亮以后又啪炸开，希望今天能继续再拍到。我的目标是要弄很大颗爆很亮，反正就拍吧，总有一天会拍到。OK， 这一台是尼控 D780 加35mm F1.4，Sony HS3 加16mm F1.4。